家好，我是孟多，我是最新一期的 Men's Body 的封面人物。第一次在台湾拍封面，然后压力有一点大，所以准备了两个多月。我自己有拳馆，当然自己有运动，加上一个礼拜去了3到4天的健身房，然后控制食物。第一个多吃蛋白质，然后晚上少吃淀粉。然后呢，但是就是你们要应酬干嘛的话，就是一个礼拜一天都可以吃大吃大喝，但是要记得礼拜一到礼拜五要保持运动，然后算一下你的基本代谢，还有你一天吃的多少热量，算一下，那么简单。